之前不是那些犹太人就觉得保罗一直传福音，就把他带到这个政府官员前面，就是要审判他。那政府官员就说：“这是你们犹太人的法律，不关我的事，你们自己去处理。”所以他们呢，就把保罗就在这个政府官员家的外面，就把保罗给打了，就是在这儿。在这里蹦极，这些是不同时期的柱子设计。弟兄跟我们说，以前哥林多是个非常重要的大城市，它存活了1000年，从元前800到元后200多。各种雕像，好可怕啊，好多腿。好细哦。金灯台耶，他是卷发耶，卷心村。是谁在吃葡萄？被砍头了，羊头。哇，有个木乃伊，礼仪师工作的这个床，各种颜料，放到研磨机里面，研磨渣渣，再加加麻油调和，然后还要沉淀，这边有沉淀风干，然后加加麻油粘合，然后调和。太细了吧。为什么希腊的这些神像都没有头呢？因为他们之前被罗马统治的时候，他们很注重不要有偶像，所以他们都把头砍掉。这是尼禄杀了很多基督徒的。他们以前盔甲会不会太稀花？好重。那可能是爱神的头，都挺漂亮的，但是充满情欲的女神。两只老虎吃葡萄，这里是个很重要的城市，因为呢这里有运河，所以这里是一个重要的枢纽。但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城不是给居民居住，居民都住在外面，这里是个 downtown。然后这里应该有很多旅馆，因为这些人呢，他们想一玩，因为他们呢会把船停在一个地方，然后把货物卸下来，然后再运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再把货物弄到船上，就是他们是这样子过的，所以他们就需要在这边住一晚。所以我们会在这里看到厕所啊，然后一些小商店之类的。你怎么在这里 ？OK, take a seat.这里是政府官员的家，然后这个政府官员他也是一个 judge, 所以如果这里城里的人有事的话就可以来找他。然后呢，之前不是那些犹太人就觉得保罗一直传福音，就把他带到这个政府官员前面，就是要审判他。那政府官员就说：“这是你们犹太人的法律，不关我的事，你们自己去处理。”所以他们呢，就把保罗就在这个政府官员家的外面，就把保罗给打了，就是在这儿，就是在这个地方
被打了。水圈从这里出来。来，以前这里长这样，现在长这样。可爱小花花。这是马桶哎，这样一二三大便。这是他们的 main temple， 但是太热，我不想过去了。午餐吃这个叫鼠蛙嘛，但是是猪肉哦。猪肉。If you want napkin, come to me, yeah. Go. 请问你能想象不能吃猪肉的日子吗？不能，我这是猪肉啊。因为我在以色列吃不到猪肉。哇。所以我来这边狂吃。太惨了。希腊怎么都这种毛毛球，跟士兵穿的一样。